消化，结果我相信啊，拜一是普通话，不对，阿弥陀佛，多方便了呀，好呀。
尖阁群岛、台湾、屏东、甲新南群岛，这是大日本哦。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兵，彭文博啊，想讲过年日本天皇是太强嘞，我爱甲你听。最近波斯南宣言啊，就是用日本甲拆出来，拆这个北海道、温州、四国甲九州啊，这个回新，一个叫做新日本政府、新日本国。含咱的端原来大日本国是无共款的，因为伊现在甲改变，就变成一个新的日本政府。出这个新的日本政府，有人台湾人讲，我老爸是日本人，老母是日本人，我应该是日本人，所以甲日本政府好讲，我变日本国籍。但是1982年日本的国籍换的换输，输一个，因为恁做的对象不错的，不对的，恁甲这个日本政府做变相战化，大日本。哦，大日本帝国破，所以咱台湾人甲今日危机了不起，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啊，但是现主席日本人是这个日本天皇的子民，这无同款的，你的地位比日本人的地位较高一点。啊，所以今日日本人常常知影，所以日本人回过头讲，安尼唔对嘞。啊，所以我唔只是开玩笑讲，安尼后摆就这个日本天皇嘛，啊，佮叫做台湾天皇，其实我是开玩笑，未善。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，无法度让你变作台湾天皇，啊，是日本天皇，但是日本天皇的子民啊，就大家去比较下，这个比较大啊，这个有时间，有产品啊，有产品，反正出来，你在国际的概念上吼，台湾的这两十年，我再过一摆，我讲讲清楚，不然，日本在这个咱即摆去日本后面开一个汽车会，会走袂落。十月份的了，伫明年三月份哦开始啊。日本的大学生每一期、每一礼拜有20个来咱的所在来上课。哦，啊，这20个来时哦，我是拍算讲台湾每一周互恁名额，每一届恁有40名，不是讲40名拢恁怎样甲恁分配。这个拢总10个单位哦，啊，10个单位甲恁调分配，只讲伊只讲其他单位伊无要派，啊，你就派。40个含恁日本人20个，到最后上课5天4天，啊，按时我费用啦吼。你讲吃饭，啊！你讲做面啊，比如做面，啊，吃日本当做料，你面条。所以呢，这个时间到了吼，我也讲算无。啊，伊即马开始吼，每一礼拜拢有20个、20个、20个。啊，你渐渐吼，啊，日本人甲咱本土台湾人就联合在一起。啊，联合在一起，后摆就讨论。就即马呢，靖国神社，连那个靖国神社的正会员呢，这个叫做会员政府训练的家属啊。你看我去年那个月底啊，那个我们在国内的，我本来考完的，那个正规员的，可以弄高一点吗？啊，经过这几年的啊，哎呀，你够讲的，够一点点。
啊，这个礼物呢，有咱的公司嘛，提供啊，去管什么两公顷，一块足水的花，这个花是伫纽约哦，展览，一百块哦，一百块。哦，阿妹，一百块，大家来带五斤啊。我发上个礼物，但是今年我们天花板来讲，主要为对不对？爱不？爱。对吧？你讲啥内容？洗头你就知，你的现场哦，你来听听哦，我给你保证你的电马上。你有想做文啊？你无想文，还是我发来教你。啊，你有想做文初级吼，初级我发来教。啊，若要报名吼，今日我开始开始练一下。哦，你若要报名吼，真简单，你只300块会费也付了。哦，啊，你的资料有啊？啊，资料开始讲。要去的人爱做西装哦，因为咱大拢穿同款的。那要去的吼，可以当标签，伊就对。咱已经报名了163，即摆剩37名，啊，总共要报37名，啊，所以要报。啊，这是这个代志，我听讲咱台湾人无多钱观念，虽然讲无多钱观念，我若跟你讲中华民国几岁查，你袂相信，但是我跟你讲现实，我听讲是做林义士，林义士啊，你用台湾话。伊呢，我爱想台北咯，伊要想起景，行嘛？伊若要走路，爱用啥物物件？啊，较啥金条啊？消防署迄个细汉个收啥？金条，一条拢1公斤，收24条。你那我都看袂出来，用我面子讲，我给你保证，你无规身躯要几万以后伊来走路啊？啊，我开始你存你迄个美金。贵你根本就要收金条，无嘛？贵你该收美金嘛，无嘛？五十斤敢收金条？敢收迄个啊做美金？无呢？收金太妙呢？是安怎即摆改？我甲你保证，国民大哥，我怕民进党因为台湾毋是伊个啊，咱伫拜伊个报纸顶甲清清楚楚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台湾毋是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的中央政府，中华民国政府嘛不是台湾政府。大家唔敢讲，报纸接到边可以偷翻嘞，叫伊看。啊，若讲唔相信恁台湾的政府的，你要来听新闻。谢谢三三，啊，报纸真好。我本来是做内线的，我来报一报。你若敢讲，啊，若嘛我爱相信，我来跟你讲啊。我感觉这个环境，2000万的总统台湾人，有的人因为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教育，到今日他才要戆戆，还要戆戆的。我跟他讲，啊，那有可能？啊，你啊，今日你那是要革命啊？咱不是革命，咱无言都无言唱，嘛无伊示威，啊，你就中华民国在咧演做，无唔对？法律比什么也更加好。咱若甲创了成功，我甲咱全世界第一个例啊！就是咱逐个人共同用法律引导中华民国。各位，今日咱目睭金睛看到咱一个新的政权建立，中华民国伫咱面头前消灭，安尼无快乐吗？
这应该是国旗的中国人。啊，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台居民。啊，这居民甲公民参与过，一个投票员，一个无投票员。啊，而且有一个会当做公务人员。啊，但是你讲安尼，我有份去做居民，安尼较好。是，我是两年以后，你啊，你七以后的两年，你就讲会当变做台湾的公民。啊，有公德无？无。啊，你都不是了，好嘛？对不对？清楚的吼，有国籍甲无国籍人结婚囡仔，有国籍。咱民族甲无国籍，咱台湾无国籍，咱这边讲法伊看人家真清楚。啊，所以囡仔就是无国籍。啊，有国籍呐，有国籍。但中国籍无要紧，你要去台湾。啊，你去台湾的时阵呐，你一旦干嘛，你一旦办咱的身份证来询问，啊，你家属你变做有咧公民的这个关系。后来，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要咱做解释。这上无我是讲过，天皇甲政府关系无，无关系。来，我讲一个例吼，我有一只车，我的名，啊，我即摆我无咧驶，我交我的后生来驶。我的后生驶这只车，唔好去共撞着。你伊若讲，人讲爱赔啊，啊，我后生讲伊无钱啊，伊讲安那，我车甲卖掉，我后生讲车要卖掉来赔啊。会使吼，各位，当然嘛袂使，恁拢知影，啥物袂使？老爸爷啦，日本天皇的所有权交予日本政府的这个使用权，使用权的人去共弄着。啊，若要处分是处分啥？使用的人，使用的人是啥？外后生嘛。所以假使敢若日本天皇呢，伊无代志。有金矿和平，就无甲处分啦。但伊个日本政府有处分啦，迄阵因为日本政府因发动战争，因为东条英机发动战争，所以对东条英机处分，但对日本人无甲帮忙。所以有金矿和平个位头到位，日本天皇拢无处分。但是伫迄个有迄个叫做迄个马关条内底啊，土地是挂号日本天皇。啊，这日本天皇毋是挂日本政府啊？这就是咱这个教育方面有问题啊！中国人看袂惯，真正伊文明天啊！啊，什么政府啊？政府不是就是天皇啊，天皇就 no。1945年九月七日，日本签了投降书的时阵啊，重返回是伊的外交部部长，伊的新闻足清楚的。伊迄个重返回新闻上，日本天皇 and 汉人日本政府分开的，所以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无共款的。所以我要讲，这个天皇甲日本政府变哪解释？真简单，只是咧两个无同款的实体，无同款的法人啦。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咱过去吼，咱的老爸老母的时阵是日本人吼，这点伊就较知啦。但咱今这代来吼，拢唔知影个，拢一直讲吼，我都拢同款啦，无同款。哦，法律吼就是安尼写，法律若有写讲你囝赔你来赔，我这囝去做啥去共弄的？我的囝爱赔东西，爱负刑事责任。但这只车的地主，迄个厝主，迄个所有代志我都无代志。啊，上天是啦，有连带书，连带书。但你要加连带书来啦，爱伊有法律有规定啦。是哦。咱的海关的司令来，林义宪。
我公开安尼讲诶，咱咧全国拢有关诶，所以啊，各位有真侪代志吼，咱台湾人较袂讲啊，他还要戆戆的，吼，爱有逻辑观念。啊，过来，即、這个车牌咱研究了，咱诶法务部，咱诶民政诶法务部，含即个做交通大臣提出一个建议议案啊，就是讲是毋是呢？甲比方讲，政府讲先发5000支诶车牌，5000支诶摩托牌。啊，我甲讲即个应该，所以美国政府即摆是咧找啥？找一间保险公司来报。啊，保险公司若要来报，即、這个5000支的车牌，咱就交国州会收几万。啊，即、這个费用呢？伊做还全部，但是你美国交什么什么样做？燃料税啦，什么燃料税啦，拢唔管啦。我想讲哦，哎，你哦，5000块多啦，啊，我都要俾钱啦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写中华民国，虽然哦，写历史、写体制的，唔单写中华民国，
甲迄人才看到讲，哎呀，我来写中华民国，甲迄人才知影讲，伊是中华民国的啦，伊根本就是台湾。所以这边的报纸咱甲写真好 ，1994 的形式，就是写这个台词。安尼落，那这台湾遐推遐民国看无，看无有法度啊，啊叫伊，伊嘛讲，讲讲来，可能面试啦，面试台词较慢啦吼。第二呢，根据 USMD 美国军事介入啊，台湾民众的心情啊，对公诉人啊，啊有啥物好处？台湾人就这款，我是无好处的吼，啊无好处，无好处，啥物好处？啥物好处？第一，证明讲是台湾人，你就对啦，啊你就好处嘛。第二，民政府接款的时阵，你一刚开始，所有银行暂停。话费暂停，公布台湾民政府发行正台币、假台币，现在就袂当用来看正台币。那有身份证的，一块换一块；啊，那无身份证的，40,000换一块。想嘛，1990年6月15日，中华民国用伊新台币一块，甲咱换40,000，你记无？你哪袂记哈早？欢迎大家随时看电影。
即嘛，迄个古巴来参加了政府文化，哇，还是非常赞，反正大家要想的。啊，所以即个时阵啊，我相信啊，我相信台湾的政府啊，绝对是不会向头前哦进一大步啦，变咱放心啦，各位。咱若进着政府啊，恁家拢走袂完，恁爱出来做真正的官员嘞，恁爱做模范嘞，啊，毋通贪污嘞。他不准你姓啥了，我不跟你讲。你姓啥了？郭某。好。我不服。好。反正放点点。好。都不要，哎，压手，都压手。这干部压手，他都压不来。哈哈哈哈哈。就来。美国最近呐，三零七六活动的钱已经花完了。又没有钱了。哎，我请你来看。那怎么办？那你怎么搞？啊！恁恁上课的时阵，咱用金币，可能穿外套嘞。啊，反正我无法穿外套嘞。哈哈哈哈哈！因为人收钱啦。我跟你讲一下，美国的国家安全参谋联席会，今礼拜跟咱讲，是我甲讲，我每届届拢跟人甲我讲，甲蔡英文讲，甲苏联讲，甲咧出席。啊！你拢无开始，遐先来讲，啊，有人开始怀疑啊。啊，咱每一摆拢是秘书在跟你讲的，啊，其他人拢唔知影，无定你是做袂话的。我拜托，你下面记一摆就好。所以美国国家安全参谋联席会议跟咱讲，安尼伊安排时间，两个月内底要为美国坐飞机来台湾。伊讲你会当用二十个干部，和我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。开会，我无人同意呢。敢那酒店以上，大神，哦，当然海关来啦，因为海关马上要接嘛，哦，接拢需要哦，差不多二十个。啊，我吼，我嘛，我敢那加一个啦，因为啊，我无算在内，啊，伊来跟我见面嘞，所以我去问啦，留啦，啊，无去参加。哦，啊，即嘛就十一个。就要头嘛吼，就要迄个做迄个团队嘛吼，啊，搁迄个也做海关嘛吼，司令嘛，啊，助理嘛，局长嘛，吼，啊，即个也做司法嘛，啊，超我请来啦吼，超二十个吼，啊，是咱个圆桌哦，这个是我袂得解释，因为迄天开会时吼，咱对外拢封锁，啊，干那只二十个，咱唔参加开会，啊，到迄个时阵吼，咱台湾民众相信都进一步。迄个时阵啊，我相信大家吼，就要袂阁我迄下下骹咧乌平，因为恁讲袂讲明显，就是讲在，对，一直看袂到伊可能就是伊利面，即个代志出面啦，即个代志我刚差不多四天前才知影，四天前我甲美国咧讲的时阵哦，因为咱有东京老板是讲，啊你其实伊气候迄个由伊有从我咱美国来无入来，啊美国甲问讲啊，啊你当时气候？伊甲讲哦，因伫顶悬啊，伫天顶已经看恁个轨道啊。咱欠啥物物件了？降落降，降落即降落灯啦。咱无真电火啦，电火装落以后，若红灯伊袂当下降，伊若讲你车你若到伊马上下降。伊讲啊，你着随时去电话咧，顶悬你看会发。伊讲我你看恁真简单，我伫个人造卫星照下去哦，恁的灯还袂装呐，所以我害啊！我袂晓装啊！我只开始呢，我袂晓装遐尴尬，啊是我无你甲我对面公司啊，啊是嘛公司袂晓讲，咱开始甲联络，爱情话，哦，伫迄个机场，机场的边啊爱装，啊搁是上悬的所在爱装，就是迄个还有一个吼，迄个临时的塔台，简易的塔台爱装，这个三个都完成了。美国的飞机随时下降，谢谢。你们看这个情形哦，尖阁群岛哦会引发战争，啊，我真希望战争啊，能够引美国浮上台面，来抱怨，真好笑，真好笑。中国人是干那出一嘴啦，伊会震惊，看到鬼，伊绝对会震惊。你有看两只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两只船，我们三只平台无？伫呢中国无无偌大嘞，讲，啊就阮就是讲，这两只无看啊，看着就讲啦，伊往相反的方向去行啦。伊要去中国去哪？
袂啦，伊袂遐戆啦，伊毋是戆仔啦。伊若即个礼拜地吼，迄做官拢落台呢。即摆伊有两个无乖人，习近平甲郭伯强。习近平无管我，郭伯强嘛无管我。啊，但是昨台光发表新闻讲，郭伯强已经出现，但是呢都无相片啊。啊，即个习近平吼，所以讲吼，十八大教导你来讲是十月份要开啦。啊，即个十月份要开的时阵，伊是第五代迄个领导人嘛要交换，但是即个第五代要交换。到今日还未发表，今日当时啊，到了当时三教导理哦，伊爱发表啊。哎，那合日记当时了，我计今年十八大会面试，甚至会延到明年。啊，而且有可能习近平会换掉。啊，伊过去的中国领导人是安怎做？你知唔知？嘿，我今年我是领导人，我指定下一任的领导人。所以江泽民今年习近平，啊，那那个胡锦涛是江启明，今年外宾馆，外宾馆是啥物啊？江泽民，江泽民是指定胡锦涛，隔代，啊，我指定下一代是习近平，啊，所以这个时阵，薄熙来未爽啊，薄熙来是中国的左派啊，比如薄熙来和这个陈独秀军非常好啊，因老爸是过去是陈独秀军的头啊。所以你看哦，中国还对三个军区叫戒备，对三个军区，成都军区、沈阳军区，加迄个叫济南军区。教导你北京习近平的时候，这个济南军区啊，因戒备、警备迄个第一，一级的迄个戒备是应该。但是你成都军区那是戒备，你沈阳军区那是戒备，沈阳军区是支持这个叫习近平，但是成都军区是支持啥？薄熙来，你看薄熙来甲建军，甲开国公去啦。我来讲，要不怎乱？啊，哪乱？我看这个，李国昌是妖秀，啊，就你讲伊妖秀，咱欢喜啊。咱台湾人吼，咱是徛关山看面的，啊，但是你台湾人啊，伊就正伫你台湾人，你未团结啊。台湾人正是较足爱选举啊，建国啊，所以讲叫民主。这吹啊面的民进党，哪有民主？伊一感觉你甲你买票哪有民主？真正诶选举在咱民进党之前，也要选举来。你只候选人拢来，拢带你关掉，袂当甲出去。你袂当去广告，袂当去送红包。你若要广告，我政府替你广告，政府甲你办一个演讲，安来投票才对。啊，你毋是呢？跳我脚呢？毋对啦，绝对毋对啦。所以哦，这个选举哦，绝对是无公平。伫民进党那边选，为什么？30块啦，所以后摆吼，我咧写一篇文章吼，为着30块啦。600,000,000的这个30块是1,800,000呢。哦，那我若崔亚明，我无咧算，有钱嘛，敢毋是？你要算的时阵，害死台湾人嘛。你来看卖啊，所有的独派，所有的民进党，所有的国民党，拢伫无款，即摆拢变成烂货了。请人吃便当，叫你听演讲，无人要去啦。但咱这算上巧啦，家己交钱去上课啦，安尼是不是巧？有价值啦，绝对巧了，有价值啦。来，过来。你看吼，国际油啊，美国的这个公司啊，会成功啊。国际油，美国的公司啊，会成功，这是哪样？阿元吼，咱个迄个十八区个经理吼，阿发无无无顶，伊叫我去创一个案。伊甲我讲吼，我今仔日才甲伊讲个，伊讲，哎，人真是爱衰。迄用分数进步奖起来啦，会当宣布台湾个200海里个海域。我照道理来讲，奖名奖，因为奖名会当分专注。啊，啥物人有资格？台湾人真有。所以我讲，我台湾民众吼，伫恁去印度倒来以后，我发布。发布讲，台湾民众的迄个海域哦，扩大200海里到海域，200海里，而且200海里包括讲南沙群岛、西沙群岛、西南群岛，200海里。嘿，你遐越南呐、菲律宾呐，你讲的拢是无资格啊，咱才有资格呢。大家拢唔知，咱有黄金，咱有石材，肯定人海，咱拢唔知影。各位，大家捡到倒来好唔好？好。啊，你讲的啦，啊。
看一个新闻，讲趁钱吼，中国国民党开啦，吼。不然电视的发表是会当水伊水啊吼，啊无吼会去哦，这个打免疫针呐，啊不然将来吼，啊台湾民众哦转任数倍公办，我不要无理啦。咱伫外口伫宣传的时阵，你若拄着嘴啊面的，莫甲伊讲。啊，讲啊，我台湾民众无可能，你莫甲伊讲，我讲伊无可能。啊，有可能会再来做啊！咱民众足济人诶，四千名都有安尼，两千万诶台湾人，四千名都有够甲拼安尼，安尼有困难吗？拄着崔亚明，莫甲伊讲，台湾诶名，我甲伊保证，有一天，伊绝对绝对吼，伫咱即个办公室头前排队啦，排队诶，拜托排较慢，排较久，即天绝对会到，你们相信无？报纸哦，破格于未来少被罚款，真正划算之余，我得看报纸。现金一千多万来看报纸。啊，这帮是你用美国咧讲罚一千块美金？啊。我是讲这帮咧用美国甲咱罚一千块美金，对不对？你讲一千块美金，不是讲先从正啊先办的法。啊，第一钱来看报纸啊。建设才两千蚊尔，伊讲我这七八万块，哎，租的迄个厅尔大间的住啊，我甲收到，关掉了。哦，再来，你关掉嘞，我甲你无讲，伊讲现谈啊，你关掉我来投票。啊，所以落来经过协商啊，这个14个月哦，来补钱啊，一个月来补4000块啊，14个月拄啊56000啊，哎，几笔多出来？挺好出，好嘛。他比方这个钱不是美国的，这个钱是咱这干部出的，一千56000块吼，啊无多啊，啊拄啊开始咧顶从迄个新闻节的时阵哦，迄个公司讲你要交10万块的 deposit， 就是迄个前金呐、啊，迄无天然的呢，咱那有迄个10万块美金，啊无呢，我托伊讲，迄10万块送出去啦，送你啦，送你无讲点因为，因为我做主席，我应该出，感动。拍手吧！所以呢，出这个10万块美金嘛，咱这个新闻才开始会办。各位，真正感恩你，啊，这为了我出1000块，我办新闻就是嘛，1000块算钱，真正1000块算钱。啊，可为了你计较讲，哎呀，你1000块哦，啊，你办的人呢，走几波哦，啊，摕100块，安尼敢有合理？你算贪污？你拜托的，咱国民行路干嘛？甲你讲几波？比个甲你收惊，啊，走一寡时间，摕你100块是去过问，怪人较有良心啦。你几啊万块的税金都你缴啊，你这100块、1000块是计较，实讲你良心无，我唔讲你啦，你讲个啦。是无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，但是符合真多，因为阿扁是台湾人，叫他做中华民国官员，叫他来关，可怜嘛。啊，但是因为伊无读册，历经23年，佮加上伊阿扁8年拢在21年的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，21年做无代志，而且佮退伍，所以难怪，因为安尼的原因，咱应该支援，所以你应该支援，我无讲话嘛。啊、我无讲的是啊，你家己心啊爱足清楚的。你是台湾民政府，坦白讲，有关当局会将我讲着，嘛有问我啦。后背这个也做调查局吼，我的学生吼甲问啦，伊讲吼，啊，你问吼，我讲歹势，这是你中华民国的代志，唔
和我台湾民众无关。你要甲判有罪，因为伊犯罪，你甲判有罪，迄你的代志。啊，你要甲判无罪，也是你的代志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伊若无贪污的时阵哦，后摆民众会积极重新审判。你认罪无？咱这样子，任何人不是干阿扁啊，任何人拢讨回公道，转型正义。我是安尼讲的，啊，你欢迎欢迎无？但是这一寡咧台湾人啊，是为着宣传台湾民主的文书啦，是毋是会采取这些？这些咱拢看。就是你台湾民主在要做啥，拢可以。我之前甲各位讲，你拢可以，但是你的心态足清楚，你是台湾民主的心嘛。啊！你袂当发表对台湾民政府唔对，甚至迄个无共款的话。高雄州，我甲各位讲，恁予新潮流渗透伫咱高雄州内底，所以州内底高雄州予新潮流渗透上界严重。所以你看，伫边仔有一挂人三五时啊会甲你讲很奇怪的话，迄种的人拢爱个注意。啊，你要改变，讲反面的话拢不要紧，做伊去讲。愈讲咱愈敖，咱愈讲咱的人愈侪。你若看咱甲今日面试，咱是每一期的受训的人，一日增加。即摆初级班拢是八到十个安尼，高级班若开落去拢两百个，足清楚的嘛。对一个论述对，对一个论述唔对，非常清楚。各位放心，台湾民众的论述若唔对，老早多大？美国老早已经放过了一部分了。美国够去帮忙其他团体？无咧，唯一帮忙的团体是啥物啦？台湾民政府咧。你要搞清楚咧，啊，你从你有逻辑观念。美国人正式甲你帮忙是啥物关系？足清楚的，你家己清楚。对，民政府啊，啥物时阵会当有机会啊？是免得啊，含这个团人才啊，投射自己的媒体。其以发挥啊广为宣传的效果，咱即摆有媒体无？有啊，有啊，有人爱无？咱的帮助就是咱的媒体嘛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你也会晓去看啦，不是讲干听就安尼好嘞。电台吼，不一定爱甲听；旅游啊，不一定爱甲听。当然有的人是讲咱的正面啦，啊有的人为着欲，即个啥？欲为着讲欲扩大伊的是无？啊妈哩，我讲。卖搞袂变，会记咧。上个咱妈，袂记嘛，甲记起来无。免偌久啦，咱会当恢复咱的正义啦，做转型正义。有一天必定要甲进行彻底。啊，像吼去汽车、机车的牌照税核实费，民国文政府人回答的时候，我看真紧啦，大概一两个月之内。就会有消息，因为即摆是等啦，美国的保险公司同意，因为啊，美国保险公司同意，都是叫你无比赛啊，同意嘛是唔好嘞吼，啊，就但是吼，有美国的保险公司啊，会来处理，啊，美国保险公司啊，工作上啊，即个代志马上来进，还全国这个酒店规定团长啊，上了中央车位都可以申请，表示美国已经有机会进来吗？无对，即摆开始，九月初开始，所谓州长、团长，啊，包括县长、市长啊，吼，啊，即个也做会长，要去中央开会、来回，包括计程车，拢会当上路，真好。啊，有经过有经费之外，我袂当甲你回答，我但是真清楚啊，我不承认也不否认，不予置评。听有无？有啊！我无讲，有人讲我比较讲啊，我拢无讲对不对？我不予置评，我不承认，我也不否认。你也是通讯嘛，知影？已经开五六百万的钱对来，想看卖啊？什么人遐有钱？咱也无借款啊，咱没有钱。咱就是讲有借款啊，还款分几千万，有人？有一个吼，结果没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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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啊。你若有问题，赶快去谈。郭明全，咱叫郭明全的话，你办啦。即摆你说啥？海关办。哦，即摆咱咧林义县的关系嘛，啊，咱咧司法，咱咧法务局哦，你研究的海关办。啊，即摆以前我所了解是，伊的进度哦，啊，真紧。啊，即个海关办好了，爱报美国。啊，美国若同意，咱就要实施。啊，美国一定会甲咱交代讲哦，即个实施是要用对一个部门来去实施。咱若有海关哦，报名，咱就进。咱即马有海关的时阵吼，咱就要发薪水。咱有海关的时阵，公务员嘛就听你。所以讲吼，啊，你若接进款啊，啊，若歹听的啦，免接人听啦，足简单的嘛。啊，要听我才给你薪水啊。啊，若歹听我歹给你啊。啊，你歹听嘛，大家拢听啦，你要烦恼。第一吼，时时强调美国高院的判，宣判。啊，有啦，这个啊，做办的过状吼，时时让大家知影美国的反应啦，是。第三哈，无电脑的哦，爱集合的，以每周一次两到三小时的那个速度啊，来教学啦，啊，这绝对的，啊，这无不要电脑的嘛，好嘛，拜托校长哦，来集合，啊，时间节度啊，好，一礼拜哦，有一摆，伫咱这个所在有啦，但是有点困难啦，你我袂当讲明白啦，咱这个经费哦，是方面规定讲爱用是宣传，啊，不是宣传的，路去拢袂使。啊，你讲电脑，它不是算的。哇！啊，我没讲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在自信呢。我来，我是来，那是你的代志啊。看资讯，按算算啊。所以咱看这个项目哦，按符合规定的，好，按符合规定。所以呢，那不符合规定，特别讲，我这个情境哦，我买车，我来，或者讲我买几架车，安尼使无 ？No。No。别使。你若要做宣传的，达标就准。你呐，建交路迄个意思会使哩啊。你若讲变轿车，唔呐，会记哩。即笔钱，若咱今年讲爱用伫宣传顶块，吼，其他你拢袂使，所以你卖少想讲其他啦。啊，袂啦，豆豆啊是啦，袂晓行路哦，学袂的时阵哦，卖用走嘞。袂晓行路的时阵哦，慢慢啊爬啦，但爬到有一天哦，你就站起来啦。啊，好冇？好。请问呢？美国政府讲，我们民政府现在还只是一颗蛋，连这颗蛋都没有啦。本来讲咱是引进来的嘛，但现问题变过样，你别造出来。啊，他把我们这颗蛋放在冷水里，叫我们如何化成金？美国是否敢算是我们，这个一臂之力导入注射成功？感恩各位，美国他们讲帮忙咱做出来。最近的宣布 ，I-94 叫日本讲，迄个居留卡爱写台湾人，袂当写中国台湾。无你甲你帮忙是啥？8月20日，美国国务院将台湾的这个网站啊，将迄个马英九含迄个中华民国拢拥有落来，啊，毋是甲你帮忙是啥物？阮是拼几十档的，就是要叫伊拥有起来，啊，即嘛好不容易拥有啦，啊，毋甲你帮忙。所以，毋是讲这个帮忙就是讲一定要。